那确实。反正哥们冲上去了，冲上去。喂。能打死一个就行。打死个人，兄弟他。还他妈掐雷呢。云南，我操，龙哥你老强。红砖房右边一楼。看到了。教堂这哥们在干嘛？哎，挂倒了，挂倒，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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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知道在哪儿。他还在二楼。小爬爬在二楼，我空降他了。空降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一哎，可以，我补一下。别打我，别打我哥，你差点给我打死了，操你妈！不是我，你看一老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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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你。我操！还你！在那个房子有人。隔壁房子死了。后面后面。我操！中间中间残血一个。蓝三好没有。这个叫凯欣。三刀，救起来一个！快！他救不了，还有一个，倒里面了。左边，左边，脚步在走。嗯，这个 timing 瞎吧，啊一刀，我操还活着，又一把阿哥，老子有一把了。应该跟他们一队了吧？这教堂有人没有？他们不是被我俩打死了吗？没人。刚那瞅我们那里在四边。哎，兄弟你真牛逼吧？这里倒了，这里倒了。干幺二零去。他站楼顶上，兄弟。要包去，我把这个逼。扣数，看扣数。那个。一点，那个。倒一个。哎，我真的被你抽烦了。哇，抽闷了，给老子。在抽啊。麦克风禁用。谢谢丁夫。又打一下，我真的服了这个人，我真的好想被拉上来了。别炸死！还有个我，左边跳了，右边跳了，趴着。有点出了点，出了点问题。你今年被之后面爬之后面，你他妈非要拿个三倍压他干嘛呀？会接，得压呀，兄弟，现在不压，啥时压？然后邻居点他不行吗？